叮叮咚。你在拼干什么？我在拼。哎、欸，这是狮子王的，狮子王的，好可爱、啊。你完成了。边边。这也还好啦。对啊。这样才有童真啊。嗯。洗脚吧，小。哇，你看那些歌唱比赛的那些人，我每次看他们唱歌，我都觉得好没有童真啊。他们已经被训练成就是很有条，对，我就觉得那不是小孩子，那不是小孩，就是小孩该有的表现。嗯，这个，我来看你。长怎样？他书比较好听哦。书好，你先把他的书找出来，然后再他有两页，把书，再会有一篇比较小。哦，有一篇比较小。这是下面，因为他这样子拿书写的，斜、嗯、边看。但一直在这上面，在书上。这个是在上面的，确定这是这里有。怎么办？就有点难。你可以先把它晕开，找这个下面的，像这个就是这边的。嗯。小雨直接超强。小雨直接说：“姐姐，这到底有什么难？不就是在这个在上面的？不对，这应该是这边的吧？”这不是在这里，所以这个是跟它这里一起的绿色。它后面的花纹也可以看，它这边就有一朵花，所以这个叫一朵花，应该是这一朵花。哒哒哒哒，花有纹，所以它应该就是最下面的。这个花就没有那个里面的一条线的纹，这就是这里的。就是这里，哦，啊，这是最旁边的，这样。对。啊。